嗨，各位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啊，淘宝上面呢怎么样省运费？淘宝买东西已经是变成台湾全民运动嘛，省运费呢可以让你省到钱。这个运费啊，甚至可以最低一公斤40块，吓不吓人？非常吓人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般呢在淘宝上面你买东西呢，如果你用的是外部的集运的话，非官方集运，通常一般你想想看，各位，一公斤120，第一公斤120块，第二公斤95块，平均一公斤都要大概100多块钱。那或者呢，你用这个Balance Sheet 呢，它是用磅来算，对不对？一磅0.45，15公斤，所以一公斤是不是也要200块左右？这么高额的一个运费都被谁赚走了？代收业者赚走了嘛？现在我教各位怎么省。好，首先呢，而且这个省的方法呢，基本上风险也非常低，因为它是官方集运。好的，在淘宝上面，当你选完东西，放到购物车以后，我们选的呢，因为这个原则上都是可以直寄台湾的，才可以这样做。你要记得可以直接台湾，如果不能直接台湾，他跟你说这个商品不直接寄到那个地区。那如果可以的话呢，例如说好，这可以往下呢，你要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嘛，因为这是台湾这个 EasyWay 要做验证用的。那再往下，一般而言他预设这个跨境配送，你会看到他只有一个什么官方37块人民币，37块，各位想想看，37块多贵，157块是不是非常贵？他就是直送，直接寄到人家，可能用顺丰最快的方法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，在这上面你看到的官方集运跟直送不一样，直送直接寄，集运是你可以先把东西集合在一起，在一起寄。那集运又分成空运，一般我们用的是空运嘛，空运28块，28块大概119块左右运费。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，旁边有一个海运快递，海运快递，只要15块耶！各位知道15块大概多少钱吗？大概64块钱耶，多便宜呀、啊，超级便宜的。这时候呢，你就会很好奇啦、啊，那这个海运会不会很久？要不要等30天啊？要等这么久才能收到？我也不想用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点一下这个详情，各位来看一下这个详情里面这个海运，它告诉你什么？零到一公斤呢，首重是那个15块人民币，接着续重是10块钱，那它的时间就大概11个工作日，可以接受吧？可以省这么多的钱，一公斤只要60块左右。那或者呢，如果你是买那些大型家具，你会发现一件事吗？10公斤到50公斤，每公斤5块钱人民币，代表一件事情，只要不到50块啊。42块钱啊，所以呢，一公斤42块钱，你想象一下，你以前呢还要特别去找那些专门的海运，有没有？还要很久的时间才可以帮你把沙发什么都寄回来。现在要不要？不用啊，因为用淘宝的官方海运的集运方式，马上帮你省到非常多的钱。好。会知道怎么用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台长什么样子。它这个后台呢，跟你想象中的也不大一样。这时候我们点选这个官方集运，官方集运里面呢，带荷包官方，你要仔细看一下，这上面有分带集运、物流订单、官方空运，还有呢那个第四方。那第四方是一个第三方的，所以我们要看的只是什么？官方的空运跟海运。所以你点选海运呢，这里。它就会秀出你的订单，订单都来了呢，你就可以把合并起来，再结算，算金额。这时候金额算完以后呢，付完钱以后呢，订单会跑到哪里去呢？会跑到物流订单来。物流订单呢，这时候你看到，等一下它就会出现了，有没有？上面会秀出官方海运，而且你看看我这个是22.51公斤嘛，那总共的运费是。38块钱，
只花了这三，你看 2.5 一公斤，如果在其他的里面算起来都要300多块，现在呢我只花了一半的钱而已，160几块钱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运回来了，划不划算？太划算了，省了一半的运费。当然只要你不赶时间，只要你不赶时间，虽然他也花了不长时间，时间也没有很久啦，多等个几天嘛，对不对？可以省到这么多的银子。那第二个呢，官方集运呢，它是没有所谓的包税的问题，有没有？它没有包税哦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买了一万块、两万块，有可能会被课税哦，有可能。好，这就是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怎么样在淘宝买东西呢，省到很多钱，省到很多运费的一个方法。如果你有任何想法，欢迎在下面分享给我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